大家好，我是杨军，杨氏太极拳自杨露禅创始以来，经历代先师、杨门弟子和广大太极拳爱好者的共同努力，发展至今，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杨氏太极拳的习练者，为人类健康长寿做着积极的贡献。在杨家，陆禅公携绝技威震京师，使太极拳得以名闻天下。程府公怀强名振邦之赤诚，南下传拳，开太极拳六合八方之势。我祖父振铎公正合千达，丰碑高耸，将杨氏太极拳带出国门，遍传世界。为怀念杨家历代先贤和我祖父对太极拳的贡献，由杨门弟子理事会倡议，在每年祖父农历6月20日诞辰日之周末，以演练传统杨氏太极拳49式为主，或其他传统杨氏太极拳套路的形式，缅怀历代先辈和振铎宗师，感谢所有太极拳爱好者对宗师的怀念，感谢您的参与，谢谢大家。